我们俩从小到大都没跟我爸说过。在新年来临之际，哥俩向杨爸坦白了一件隐瞒了十几年的事情。老爸，您记得有一次我们俩回老家，以前我们暑假作业不多，我爸给我们准备的一个这个这么厚单元题，这么厚的一个算术的，有100多张，那一个暑假把写完。暑假之后过来接我们俩，结果回去说，哎，问你，你两个本子呢？算术本呢？我说没带啊。咋俩会骂？我说我让你给两个儿子带来算术本，怎么没带？这是两个本子干什么？说我俩埋了。好家伙，杨妈背锅十几年啊！老爸，我们第二年回来的时候，我们挖还没挖到。发酵发霉了，我爸跟我妈说，说我妈没带，其实不是没带，好吧，咱俩把它埋了。错，咱俩一起想的，对，咱俩一起想的啊。小杨哥直播间内讲述大杨哥的直男行为。大杨哥这个直男很直男啊，非常直。你们以前说你们看段子，经常看段子说女朋友大学上大学，女朋友让你出来把身份证带着，看你把身份证带着，这段子就大杨哥写的。因为大杨哥，他媳妇说女朋友当时谈恋爱的时候出来把身份证带着，大杨哥我看电影我带什么身份证呢？你傻吧？你可长点心吧！直接把他骂了，他媳妇来就不看了。然后大杨说：“你真爱生气，挂了。”你咋这么完蛋呢？大杨哥曾经给他媳妇送过那个的，送过那个叫眼影，他一打开一朵花，一关上，一打开，一关，一打开，拿给媳妇看了，看，媳妇摆半天。当时给我来的时候给我看的时候也给我摆半天，我说你这，我心想你把这完了。好好，别动啊。二加十二，完啊！你给我，咱这样解释一遍，二加二除二，二加二不是四吗？啊，四除二不是二吗？不咋不咋的。你比个榜，比个棒。二加二除二等于三。对，对吧？哦，不解释了啊！不解释。媳妇三年级毕业呀、啊！呀我的妈呀！我娶了傻子！我的妈呀！媳妇，我媳妇是傻子！当小杨哥直播间出现这样一幕暖心的画面，大杨哥准备了一个超大牙刷，让美女给小杨哥刷牙。品牌方的一个举动，把小杨哥和在场的网友都感动到了。像风吹过八千里，流云和月都曾爱过你，可是潮汐干涸在有情人的海底，那最潮湿的衣非常好。
不用怕不用怕啊，他是我弟，他怕我。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那刚才有一个举动啊，兄弟们，他有一个举动让我真的非常感动啊。他就是刚才我刷牙的时候，他把那个我那个沫子从我嘴吐出来的东西全接到自己手上了，他怕掉到我裤子上去了。扔漂泊吧，不泊了都没法泊。据说比臭豆腐还要臭20倍的鲱鱼罐头，小杨哥带来了直播间。啊，哎妈嘞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救什么？在哪个？哎呀！抓紧！九爷，你让我出去吧，都出去吧，我都出去。快快跑，快跑！从哪来？从哪来？跑啊！九爷，快出去！快快快快快出去！杀！哎！快来，快点来，快点来！鱼呢？没鱼呀、啊！我的妈！兄弟，这只怪吃不了啊！哎呦！喂嘿喂喂，叫人！哈哈哈哈哈！张雅，我现在闻多了一点，也没啥味道感觉。要不就快点，我这人家品单方法都来得早吧？臭死了！快拿盒子装起来来，拿袋装了来，把它装走真走。啊！我嗨了！我的妈的心！哇哇你妈你妈洗了没用啊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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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拿毛巾呗！哎，想泼吧，不泼了都没法泼。我不是不卖货，咱不叫卖货子，咱叫养殖场。那你一卖货，公牛、母牛、公羊、母羊、公马、母马，只要跟动物有关系，我就不会卖。对，来，山羊来！哎呀，你这玩意儿做啥？买点东西没？上去买、哎、这个行啊，这个有啥行吗？这个、吃的，上去买、哎、哪有马了？哎呀！你这不要有动物，不要跟动物有关系。我的妈！第一个皮就完了，小麻花，你看你们麻花，你看它不是花，什么花？它不是花，是麻神吗？不是麻神，不是花，冷静，不是花也不是麻神，就是吧？冷静，冷静，哎呀，对吧？当你这个绝对好东西啊。三只松鼠是它的品牌名，这玩意的品牌叫三只松鼠，它里面没有松鼠。你越讲这个的，就越我逗你玩。你要去想想他们是怎么想，他们就想逗你。好，我们冷静。笑的播什么？我们笑的播。哎，笑的播不就行了吗？笑的播。日游还是夜游？不分日游夜游了，有没有二手的？没有。能不能踏实 ？I don't know why。你就以平常心看待。你心强大一点，咱们也别管，不没事了吗？你看我一点事没有，对吧？大嫂能卖吗？我不好意思啊，大嫂。